巧燕正刷着班机的 IG 页面，却不料发现自己的丑照和别人对自己的言语攻击。周老师，巧燕，你的事情我已经知道了，我一定会帮你解决的，你千万别担心。巧燕，你还好吗？还好。如果有什么事，记得跟老师说啊。好的。老师早安。好。巧燕，我帮你背书包吧。好。老师，我们去上课了。嗯。走吧，乔燕。乔燕，你快点，快点！乔燕，上课要迟到了，我就先走了，拜拜。周老师将梦琪的母亲叫来学校谈话，梦琪似乎有点害怕。全程都一言不发。母亲对梦琪的所作所为感到非常的愤怒，心中的怒气难平，将梦琪当作发泄工具。你给我等着！乔燕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，惹怒了梦琪，她害怕被梦琪欺负，而匆忙逃进女厕。但这真的有用吗？成绩好了不起啊！愁死了！滚！花朵虽掉落在地，却依然保持完好的状态。在这阴暗的天空下，那鲜红的花瓣依然耀眼夺目，乔燕心中的花朵未曾枯萎。受害者受困于校园霸凌，霸凌者受困于原生家庭，他们都是受害者，但前者想改变命运，而后者却接受命运。囚禁他们的不是环境，而是心态。